迎收看《苹果先房事》，我是主持人陈佑黎，我是主持人郑廷芳。廷芳，你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猴年。当然不是啊。2016年。不是。还是105年。好，某个程度你说的答案其实都对，可是身为我们这种专业的房地产人员，我们要说今年是都更元年 ，OK？ 都更不是每年都有吗？还是说今年是有什么不一样？今年当然不一样啊，因为你看哦，像这个我们小年夜的时候有一场这个大地震嘛，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呢，算是唤醒了大家对这个居住安全的一个重视哦。我觉得也是推动都更一个很重要的助力，一个帮助的这个 push 的前进的动力。因为这一次地震可能受害比较严重都是老房子嘛，那老房子大家就会觉得说，毕竟受限于当时的建筑技术啦、建筑法规，可能安全度一定不如现在的新房子嘛。可是毕竟新房子的房价就是比较高，不是大家都住得起新房子、啊。我跟你讲，其实买不起新房子啊，没有关系，其实原地寻求都市更新重建就可以了嘛。因为像台湾现在有这个两大政治明星，像包括像新总统蔡英文，然后还有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啊。他们都很重视这个都市更新这一块，尤其像台北市啊，老屋占这个整体房屋的比例又特别的高，那近期呢也率先推出这个台北市的公办都市更新的实施办法。这次台北市公布这个公办都跟实施办法，因为毕竟台北是首都嘛，那我觉得他们这次推出这个实施办法一定是非常具有指标意义的，就大家都在看啦，因为大家就是想说台北市如果做成的话可以学，对不对？对，那我们今天先房事呢，就是要针对这个都更的议题来跟各位观众聊一聊。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我们首先邀请到的第一位是侨富建金的董事长彭庆，彭董事长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大家午安。彭董午安。董事长想问一下，因为建金公司可能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会相对有点陌生一点，可能也不太清楚说建金公司的相关业务有什么。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看结合起来不知道建金公司在干嘛。董事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建金公司。谢谢给我一个机会来说明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老婆看电视，因为她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老婆也不知道。对，建筑，它全名是建筑经理公司。这个行业很奇怪，它是一个政府创造的行业，不是长出来的行业。对，就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内政部有一个建筑经理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公司来成立的。所以现在建筑公司在市场上大概会分两大类，一大类是根据这个管理办法来的。那这个管理办法中有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银行的投资一定要占30%以上。所以你们是银行投资的公司哦。那后来因为行政法出来以后，这个管理办法失效了，那以后成立的公司就没有这个规定，就回到一些的商业法来了。像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就是花旗银行投资的。那我们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专业的服务业，所以我特别强调它是个服务业，它不是个投资业。那你们服务的内容有哪些？我想，因为随着市场的变动，很多建金公司的业务项目不太一样。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跟大众比较有关的，我们就是成屋价金履约保证。我想各位在经过中介公司买的房子的人都会有这个经验，就我们做履约保证。履约保证的部分就是由这边来做，所以这是我们的业务项目之一。另外一个，我们做一些跟建商跟银行控管有关的这个信托，那也包括今天您讲的题目这个都市更新里面的实施者啊，或者是起造人的信托，大概我们的业务的范围是这样。那另外这两年我们特别用一些我们的资讯跟实价登录，我们有一个 SheetUp 的网站，那这网站上有很清楚的住宅交易的一个行情。但是每家建金公司业务项目都不太一样。总结，它是一个服务业。服务业是好，听完之后难怪他老婆不了解，还是不了解。对，我们也还是没有办法很了解。好，那我们邀请到第一位来宾是竹峰兴业开发部的协理沈正兴。Hello， 沈协理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沈协理你好，兴业开发部的协理沈正兴。沈协理，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应该经手过蛮多整合的都更案嘛？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更在整合是要花很久的时间。那你自己经手到的案子，你有没有？最快大概多久就整合完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像我们在操作都更的一个案例的一个
经验，然后其实一般都更案能够顺利的话，至少都需要2年多以上的一个时间了。嗯，那为什么需要2年多？算很快耶。对，我还是一般顺利的话2年多了。哦，因为不顺利的话，后面就加一个零了。对，是不顺利的话，可能就加个零也有可能了。那我所谓顺利的前提是，它基本上人数不是太多，那比较单纯，它没有什么法律纠纷的话，比较单纯一点。因为这2年多，我们要拿来跟住户沟通有关于都更啊、估价、建筑法令还有税法。好，因为可能住户关心说，其实台北市最近房屋税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跟住户沟通清楚，这个基本上都需要2年以上的一个时间。好，那如果不顺利，真的可能就是3年、4年、5年啊，未知数都有可能。啊哈，好，好，那这样这样我们大概就知道那个沈协理他的那个功力在哪里，好不好？今天就借助两位专家的这个功力，来帮助大家了解都市更新的这个。到底难易度，然后还有这个整个来龙去脉到底在哪里哦？了解都市更新，我们先来看看都市更新的种类到底有多少。来，请看 VCR。以台北市来说，旧房屋和街道占比超过一半以上。若要提升居住品质，都市更新可以说是必经之路。多龄超过30年的老屋，可能有耐震等相关安全问题。政府主导的公办都更，一般民间自办都更。我们要讲简单话，就是说，第一个公办就是台北市政府，如果地在台北市的话，台北市政府自己办。然后呢，台北市呢，第二种是我有保留的那个，就是台北市呢公开征选民间的建设公司来。当事者。第三个是台北市政府，比方说同意土地是在台北市里头的台铁地，让台铁去办理都更，这是公办。私办就是地主自己组成更新会，来办理。包括如果能力他自己发包，可能招标找一个建商帮你处理营造啦、规划设计等等等等。第二个就是你地主呢，大家呢委托或者签契约、签协议、签合建契约给建商，由建商来帮你们当实施者。合建就是100%的私办都更，就是协议合建。私办都更里头本来就是有协议合建这个方式，或者就法律来讲，就是权利变换，一个叫做协议合建嘛。协议合建也是权利变换，在建商的操作来讲是一样事情。唯一的不同是因为都更条例进来以后，好像权利变换代表的是可以强制参加。协议合建代表是100%同意，但是如果我们要问的是权利变换的那个操作方式，它其实是一样的事情。陈佳琪采访报道。都市更新的议题这么夯啊，我想我就先把观众朋友我觉得他应该会最想知道的部分先拿到前面来问哦。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现在想要买房子的人，然后考量到说反正呢老公寓现在也相对便宜，那日后呢都市更新之后呢，哎，我还可以换到新房子来住，那就这样子的考量状况之下的话，如果我因此而选择买老房子住，两位专家觉得说这样子的想法您认同吗？彭总你觉得咧？我觉得因为预算的原因，所以买一个相对便宜的老公寓那是不得已的方法。那但是我比较建议说，如果你要寄望于都更取得一个新房子，它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它有一个刚刚沈协理讲的最快2年，真的是最快2年了。对，那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能不能整合成功也不知道。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刚刚主持人也特别谈到，因为地震的问题，以前的建筑法规的问题，所以它是不安全的，相对不安全的。因此我个人比较建议，如果在预算的方面您可以换一个地区，比较预算可以满足的，还是尽量买新房子。因为现在的新房子跟以前的旧房子有很多设计观念的差异，而不是安全的问题，方便性。比如说你旧的公寓就要装铁窗啊，因为你怕小偷啊。对。那新的房子你不用啊，因为有保全啊，什么都做得很好。我是比较不建议说为了都更去买一个旧房子，因为风险还是会比较大一点。很大，你住的也不方便，安全也是问题。对。那沈协理您觉得嘞？这个部分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都更这件事情齁，我操作过的案例，我的想法都是这样，福地福人居，要有缘啊，要福气，而且不是你自己，是要整个社区都有那种福气才有办法完成一个都更案。所以像彭总刚才讲的也没错，就是一个时间上，这个拿买老房子换新房子做投资，这个我们也是不太建议。可是如果你之前是有自住的需求，对，你有够年轻，可以那个可以等，对，一个是可以等，一个真的是刚才讲老公寓必须要爬楼梯啦。可以等，你如果买个4楼，哇，那个我常讲，如果买菜回家搬个西瓜，你要走到4楼就很累了。对，所以基本上那个老公寓就也要看人去买啦。那当然就是说，
最专业，我很多朋友会问同样的问题啦、那其实我觉得，老公寓，一边自住一边投资不是不行、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慎选标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买到一个根本不可能都更的。你以为老房子一定可以都更吗？这个绝对是很大的一个误解。然后包括它的土地使用分区，坐落的地段，然后林路宽度各方面都有它的一个限制啦。那哪一些条件上面呢是比较有可能，就是说，我可以买来自住，然后等有机会都更的？这部分呢、像我们在建议，像我朋友啊，我都会跟建议说，你要挑一些土地使用分区上面是比较趋近于商业区的，好，例如说三，那可是不要买在大马路边的，好，大马路边的那个。大马路边的不是位置比较好吗？地段比较好啊。店面收租金高啊，所以它店面通常改建意愿就低了。对，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你不要去买在大马路边，可是你的路宽要有。再来就是，如果它的土地使用分区是住三之一、住三之二等等的，那其实它的分区容积率高嘛。对。以后都更起来的坪数多，可以分回的也比较多。对，这样几率就比较高一点。所以可能还是选就是整栋都是纯住宅的会比较容易一点，至少不要有店面，不然就是感觉争议比较多。是。